我要做的是成全你的一切。 少君有何吩咐？我听王月说，你是我六界之中唯一可以信任的人。这个道理，需要从别人的嘴中说出，少君才会相信吗？可我唯一信任的人。 只有穆师叔，少君若是喜欢，我以后便以那副模样示人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少君竟然还愿意见到那副装扮。毕竟，沐浴欺骗了您。我来到魔界就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，尤其是看到您那熟悉的脸、陌生的装扮，更觉得厌恶。不像从前在紫竹峰上。 虽然司马妙元欺辱我，陆音凡不爱护我，但我有青稞、胭珍珠，还有穆师叔，是他们保护我，才帮我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。可你要知道。 我不可能永远做你的牧师叔，我也不愿做你的牧师叔。我要做的，是成全你的一切。今天，你就把我当做牧师叔，像以前一样照顾你。 牧师叔，牧师叔，我在呢。 昨晚睡得可好？你不是牧师叔，不要跟我耍这种伎俩。 少君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气，不过你也该为自己做打算了。如你所见，南华在内的仙门各派必定会将你赶尽杀绝。你不可以再逃避下去。你难道忘了之前发生的一切吗？你不想复仇了吗？血海深仇，我怎么可能忘记？ 只是少君一时之间还不能接受，也无法面对，这点属下明白。不过，留给少君的时间不多了。王月已经在催促我尽快激发您的煞气。哼。